休暖期间，真侪民众会出去佚佗。台湾国际热气球的嘉年华会，今透早就伫台东开幕了。今年是拢总有50个热的气球，其中上特别的是马祖球。啊，那今年桃园嘛头一摆，甲台东热气球接来结冰，做伙分享观光资源。三十早起5:30，2023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式伫台东县鹿野乡的高台开幕，由台东天后宫出钱，拄啊做好的全球头一粒马祖造型热气球，飞到了后头一届升空，甲其他热气球国内外各水造型的热气球做伙伫花东唱歌的天顶飞行，其中也阁有一粒日本的爱心球，特别展示低空飞过观众头顶，再阁升悬的飞行技术，让游客非常的意外甲欢喜。啊，很壮观哎！以前都以为是热气球是直上直下，但可以飞耶。今年热气球嘉年华会开幕式来参加游客，甲往年客满规个高台山坪，安尼比起来减一半。可能是前一天台东在落大雨，国家各中小学爱后礼拜日再休热有关。啊，不过今年会连续举办60天，历史上上届长的热气球活动。除了有马祖球的加持，国外来的31粒热气球，原来会陆续到台东参加盛会。特别的是，今年通市头一届甲台东县结盟，分享观光资源，带动两县的观光产业发展。桃园机场是我们国家门户，希望他能够来到鹿野高台。桃园球也会加入我们热气球的行列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的热气球，我们桃园都不会缺席。目前7月已经有明显的提升，那8月也已经开始陆续的提升中了。台东县热气球活动展开暑假旅游旺季的头一波热潮，饭店业正看好，不过民宿业暑假订房率7月到8月也是比往年减少30%左右。业者期待热气球活动的效应会当带来更加好的业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